民警听闻妇人呼救，便立即呼叫警力支援，并喝令驾驶打开车门。市警网到场后，以优势警力将两名男子绳之以法。林安谷村新受伤的妇人及时解除危机。该两名男子涉嫌暴力讨债、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，警讯后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并检察官依妨碍自由等罪起诉。